Hello， 大家好，我是带你去看非洲。等一下又去直播捕鱼，我们在这里等毛鱼，不过好像要下雨了。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个事情啊，关于水骨甲的啊，应该是三个，有点搞笑的啊，有一个水骨甲这么大个人，昨天丢了20000块钱 ，You lost twenty。前天不是给他30000吗？然后配钥匙我叫他，还给了5000，结果呢这边配钥匙都要10000先令，十几块钱。So you return and lost twenty。今天给他补偿一点啊。他估计是掏钱掏出掉了啊。看一下，这是他们种的那个红薯吧？小 K 拉在这里啊，还是比较小的。我刚刚问了一下啊，他们这边其实也是租用的，我们去看一下他们租地能有多大面积，多少钱？这个两位哥，小 K 拉看，他们后面你看很大一片土地啊，那肯定也算是有钱人了。他们这边租，我刚刚问 C 股讲，10000先令，200块钱可以租一年，有很大一片啊。他们就种的这种木薯啊、红薯之类的啊。哎呀，木薯卡萨瓦，全地是靠木薯。你看，就这一片啊，200块钱一片。这里。这里就是刚刚应该挖 ，You get the potato from here？ Yes， 就这里的。他们这个叶子好像有点差异啊，跟那个红薯叶，成这种的差不多。This one is， 哦，这个是这个 What's this？ 啊，一样的。这个叶子还是不一样。他们种，你看啊，一堆一堆的。Here and here， all yours。啊 ，one year only 200的，啊 ，one year 100的，一年10万先令，还算是比较便宜啊、哦。你看没用的地方，都是这边荒废的，这边也有在这里挖地的，看一下。小 K 啦 ，you dig here？ Yes， I dig there。这个你看还是有这么肥的啊，你看他们应该也没有多具体的边界，也算是。吃的这一块解决了，前面那玉米就不是他们的了啊，也是很大一片的，这一片是，那里有点那个木薯卡沙瓦。哇塞 ，You eat too much? You can sell? No. No. Here too many. No, children is many. 人太多了啊，8个孩子现在在一起的应该有5个吧啊。You digging for selling?啊，如果说去卖的话，要估计要种植的更多一点。啊，如果说宽一点，应该要给的多一点。自己吃肯定吃不完了，一家几口人，天天吃洪水吃不完了。如果说收获的时候，有没有不知道木薯的？看这种，长大了，反正也是。差不多半年啊，10个月、1年的时候，可以挖起来，他们也算是一个主食嘛。木薯。木薯。哈哈，也在生吃。最搞笑的是这个，前两天不是这个在家里面看见那个母龙洞那个树根吗？他说还有更好的，然后他说乡里面很多，他还可以去收购多这个东西。有分的给不要？Give me this is a sample. Ah, we first testing. We work for well. You can give me give money. Give me for those. 样品啊，这我们尝的，这个应该就是那个树皮了吧？他说这个树皮比那木龙洞树根效果好一点，应该不会。This is better than 木龙洞。The one this one for eating like this. Ah, we say now that to get it put the cooking.Cooking and drink tea. Drink tea.、Yeah. 泡水的，但是我们都习惯泡茶的啊。这个应该是那卡梅拉树皮。Next time, you tell your friend. I don't bring big one.
到时候搞个大一点的看一下啊。这个啊，上次无意当中我说很多粉丝买这个啊，还不知道，反正乡下应该是多，像西部那些地方，当地的还很少看到，但是树根都经常有的啊。This one you make, bro? Good, yeah, just eat. 不过这个他说比树根好，估计有点够呛。Maybe Molondo is better. No, this one is powerful. Powerful. Take the long time. 啊，反正跟他介绍一下，应该同等的，那个跟卡梅拉树皮，只是说在乌干达国家的啊。反正之前链接有，只是说他突然给我这个东西，我也感觉有点奇怪啊。他还是有那个头脑想去，他说以后效果好的话，就是大量收购啊。这种足球还是能玩的久一点啊。塑料袋，我都不知道买了 N 个足球了，反正很容易坏的哦。这个玩的久一点，打个赤脚，看都是打赤脚玩的。谁给他这个小女儿还是长得比较可爱啊？谁给他抱着，我都担心他摔着了，在东搞西搞的。More you are late。昨天又去拍了几下，又被抬走了啊。我们今天等一下还是一起去捕鱼啊。四个小 careful， 你看那小孩子就这样。上次去那边那个路不好走， Warren 还是准备了一双另外一双拖鞋啊。我们准备还是去捕鱼啊。当地应该是土肥皂吧。 You wash face? Yes.500先令1块钱，看他买2块了啊。这是那个他那女儿，还有卖蜂蜜的，这也是走江村巷去卖东西的。还是火车的啊，这条铁路。我们还是把捕鱼的镜头拍一下啊。结果这里遇见他们在这里抽水盘坑，其实他们抽干了就是为了挖泥巴做砖而已。这个坑里面有大鱼，人家多杀几网，应该会上多一点啊。今天鱼货不多，也没怎么拍。这个家还有这个小孩子，每天要轮着来，前面有三锅在这里吃的啊，等一下锅在鱼汤面条，反正这个是吃上瘾的啊。好了啊，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在这里啊，喜欢的点击关注。